网络直播的社交活动，随着网红经济的兴起，并且业内还发动成立了所谓的网红。随着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的迅速壮大，网络食品安全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直播领域的投融资相对于其他行业的热度也在持续升高。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绿藤大学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内发现一具尸体，死者名为陆小北，生前曾从事网络平台的主播工作，死者被人用钝器连续击打脑部，警方目前正悬赏缉拿凶手，如有相关线索，请与警方联系，号码是0411-6333-9。 为某平台的网络女主播，凶手手段残忍并且复杂。这已经是本月以来的第二次入室杀人案，但是警方却迟迟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在此，我台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单身女性，一定是要注意人身安全。向局。办公室里的箱子，别放了。向局。 今天上午从市局网络犯罪科新调来的同事，给人家接下风波。还接风？外头风这么大，接进来把我们都灌了。
是今天上午刚从网上贩子科调过来的，我早就听说绿藤这边全是单，司法千奇百怪，杀人的变态什么都有，所以我兴奋的一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着呢。啊！邢局长好，我是唐。好了。 唐庸是吧？嗯。你看，这次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呀比较特殊。行，我们时间也不多，开始吧。好。啊，好了好了好了，来，干活了。在这半个月以来，绿藤市连续有两名网络女主播在自己的家里被人杀害。 第一个死者陆小北，绿藤市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同时兼职抖音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7月15日晚7点左右，凶手化妆成外卖员的样子，成功骗开了房门，趁被害人转身拿钱的时候，将氰化钾注射进被害人的体内。因为紧张，被害人没有立刻致死，凶手为了阻止被害人呼吸，用硬物将其砸死。 后来经调查发现，所用的硬物是被害人常用的麦克风。同时，这只麦克风不明下。第二个死者李艳艳，女，今年28岁，与第一个案子相同的是，李艳艳和陆小北都是抖音直播平台的网络女主播。7月25日晚，在平台订购外卖之后，再次被凶手以送外卖的名义骗开房门。 与上次的慌张不同，这次凶手准备得很齐全，用预备的铁锤将被害人的头颅砸碎，在杀完人之后故意将房门打开，并让其他人立刻发现尸体。我综合了从98年开始国内外的所有入室杀人的数据，从大数据上来看，这个凶手故意让尸体被发现，目的只有一个：挑衅。 这个凶手类似于美国黄道十二哥和英国开膛手杰克，一般属于无感知障碍型人格，而最严重的就是，根据数据分析，当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这个凶手继续作案的可能性为，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这个凶手一定会再次作案。 Thank you.
这些数据和证据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按照你们这个网络犯罪的网络犯罪安全管理和监督人员的技术角度来说，哦，对，根据你们这个能够总结出这个凶手有什么样的犯罪规律啊？在刑侦科提供的基础数据之上，我总结了两起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和日常行动规律。两个人除了都是豆影的网络女主播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走访发现了两个人除了平常日常生活里叫叫外卖，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基本排除了熟人犯罪的可能性。但是我查询了两人的 IP 浏览记录之后，发现了一件事儿。在7月9日晚间，李艳艳和陆小北突然同时引导粉丝去主播桑楠楠的3号房间，却正好赶上桑楠楠在主播自己的不雅视频。桑楠楠因为在视频中诽谤自己的老板而被公司开除，同时被永久性的封号，从此再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和他签约。桑楠楠在主播的行业里销声匿迹。所有人都说桑楠楠是为了博上位而不择手段，但据桑楠楠本人所说，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视频摄像头是开着的。因为谁上首页和粉丝赠送礼物多少的问题，桑楠楠曾和李艳艳、陆小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桑楠楠落到今天的这步田地是被李艳艳和陆小北联合陷害的。那么桑楠楠对于两个人的报复也就合理了。桑楠楠，女，23岁，绿藤师范大学医学系学生。如果说是医学系学生的话，那么氰化钾的来源也就合理了。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邢局，可能您岁数有点大了，要不我再跟您说一遍。那倒不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既然你认为凶手是桑楠楠，那他最应该做的是，当他杀完人以后，第一件要干的事儿就是先躲起来或者跑掉，因为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最怕的就是被警察抓到。那他为什么还故意不把门锁上，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的尸体？据我们局里的心理幻想师说，凶手应该是一个25岁左右的男性。等会儿，邢局，您刚才说什么来着？25岁左右的男性。上一句。心理幻想师。心理幻。对不起啊，邢局，我不是故意嘲笑的。就像一般我们这种搞技术的都是拿数据去说话的，嗯，这怎么现场有那些东西就能画出一个25岁的男性呢？这根本就不是画像嘛，这是算命。所以我觉得凶手就应该是桑楠楠。接下来呢，邢局，3号直播间有情况，把那个画面传到大屏上。来，你走开。
尽快，方木，邢局，切断直播间所有的对外直播，仅保留现在的监控信号。 中华，到，立刻通知平台管理员。是。你就是那个算命的。你好，我叫唐优，唐三藏的唐。不能再有人死了。点滴瓶的容量大概是500毫升左右，点滴的速度是每分钟0.125毫升，点滴瓶的高度是1.2米，实验室里。 常规的氢化钾溶液，40%一浓度，致死量大概是1毫升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赶到现场。喂，方木，你刚让我查桑南家地址是？桑南家的家庭住址是？快，龙丹家园。21号楼1单元，今天3时。快，通知附近人马上赶到现场，只有5分钟时间。韦小峰，快！ 通知所有人到龙丹家园。喂喂，龙丹家园有紧急情况。邢局，你的最后一点15分钟。太尉，行了，我知道了。新买的耳机都快给我震坏了。他现在路是这样啊，如果咱们现在执行的话，大概还需要15分钟左右的。少废话，慢点呐，哪边进？直接左转，左转，左转。哎哎哎，不是，伟哥，这。 能不能把信号接进去？你说什么呢？能不能和主播说上话？你谁呀？找他说的做。王默，错了，不是这里。 如果是在7楼的话，现在是下午5:30，阳光的位置不可能在那个角度。这里应该是1层的位置。瓶子里应该不是氢化钾，应该是生理盐水。凶手是想让被害人的血液一点一点流干，而且凶手伪造了一个和桑南南房间一模一样的直播间。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太尉，把你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全部告诉我。屋里没有搏斗过的痕迹。 在这客厅中间有一个电脑桌，上面应该摆过笔记本，但是现在不见了。啊，左边有一个鱼缸，里面有鱼。对，右边墙上都是画，其中有一个是电影海报，应该是那个《傲慢与偏见》。啊，对对对对对，电脑桌上有一瓶洗发水。 小兰呢？听到我说话吗？我是警察，不要害怕。太好了，我在龙丹家园。你不在那里，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你保持冷静，尽量平稳你的每次呼吸，减缓你的血流速度，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尽快找到你。好的，你要怎么配合你？闭嘴。 把门关上，大家不要呼吸。
绿藤市只有一个聚源钢厂。太尉，在聚源钢厂附近搜索一个破旧的烂尾楼或者是家属楼，楼层大概是一楼左右，面向阳光，窗户朝南。昨天晚上应该有辆陌生车辆驶入这个小区。听见了，一定要赶上。用不着你说。桑楠楠，我现在需要你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 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叫了外卖，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所以我来了个新娘。但是我看到他，他就一把把我按在地上。 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其余都什么都不记得。”我会让你带着这种味道去死。味道？什么味道？他身上很臭。凶手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勒着你同时说的吗？我不记得了。他在勒住你的时候，后脑有什么感觉？我绝对不记得了，谁会记得那么清楚啊？你必须要想起来。 凶手男，年龄25岁左右，身高178.5cm，身材偏瘦，戴眼镜，长头发，脸上有伤，与三个被害人在生活中有过交集，并且与桑楠楠发生过激烈的情感冲突。另外，这个人学过医，是个学生。好，刑警，掐指一算，这种事我也会。 在三起案件中，除了第一起，后两起都是先采用背后勒杀的方式，借助隐迷将被害人迷倒，说明凶手在身体机能上并没有一瞬间就能控制住被害人的把握。体型偏瘦，在他动手勒杀桑楠楠的过程中，凶手说话几乎和动作同时发出，说明在双手勒住桑楠楠的脖子同时，凶手的身高恰好应该是高出桑楠楠一个头左右。 一般的木质电脑桌，高度是0.8米，以这个为参考，桑楠楠的身高大概在1米65左右，所以凶手的身高就是在1米75到1米8之间。桑楠楠后脑最大的面积接触的应该正是凶手的面部，是什么东西在凶手的面部，并且能让被害人产生不适应感？只有一个眼睛。在三起案件之中，第一个。 陆小北死于氰化钾中毒，但是凶手在注射的时候，因为紧张产生了失误，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用顺手的麦克风将被害人砸死。凶手在这起案件中获得了启发。第二次，李艳艳依然死于氰化钾中毒，氰化钾被控制得非常严格，而凶手却可以两次轻而易举地使用氰化钾来杀人，说明凶手应该是和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而且这次他事先预备好了铁锤，但是。 只砸了一下就因为恐惧而杀伤，说明凶手不会从失虐中获得快感，他是一个有组织性犯罪人格的罪犯。他的目的不在于桑楠楠的肉体，而在于心理上的恶臭。所以，他最近一定是与桑楠楠等人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人。而且，第三次案件中，凶手放弃暴力谋杀，而采用直播的方式。为什么用直播的方式？ 桑楠楠，在7月9日当晚的直播中，你有没有曝光过一个绝对不能告诉别人的隐私？没有。你今年多大？23。
三男人，谎言和欺骗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如果你还想好好活着，就跟我说实话。 其他的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强奸，凶手是女的，凶手不可能，不可能。根据他报警，用公安红礼发那个视频，通过携带学生证可以证明，死者名为沈香，玉藤师范大学学生。 既然是报复犯罪，凶手这次知道桑南南一定会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但是他没有防止桑南南的嘴巴，这说明这次犯罪之后，很可能他会选择自杀。这不正说明了，沈香就是凶手，他畏罪自杀了。但是不对，味道，君子，无一夜，有一瓶洗发水。 强奸，强奸过，这种店到底有什么联系？魏哥，啊，这楼也太多了，怎么着？ 下面播放一条好消息：经过拆迁指挥部的研究决定，我们将本小区的拆迁费提高到原来的3倍。请大家5分钟之内来到小广场来集合，我们来登个记，大家一定要抓紧落实我们这普通话。哎呦我去！伟哥，你说能有人来吗？不知道。哎呀！ 不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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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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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
小女，下午5点半发现的尸体，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在尸体旁边发现了这个。 走，啊！喂，谭伟，啊！
这是案发现场找到的。哦，我知道了。那个，你带人接着找，我马上过去。好吧。 怎么着？今天晚上回部队来吃饭啊？不会，你，沈香是你同学吧？是啊，隔壁系的，不过不是很熟。他有没有哥哥或男朋友？有，叫罗家海。沈香的头发。 整整齐齐地叠在耳边，而且身上还有木叶的味道，胳膊上还有搓澡时留下的红印，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但是不合理的是，一个患有洁癖的人身上怎么会有油渍呢？况且又是在人口密集流动的公园里发现的尸体，一个患有洁癖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这样离开人世。这三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不是在畏罪自杀，而是想要。 替人顶罪，到底要替谁顶罪呢？一个25岁身材瘦小，可以随便用氰化钾杀害那些女孩的人；一个性格内向，但是却想用铁锤砸向那些曾经伤害自己挚爱的人；一个可以完完全全伪装成桑楠楠房间一模一样的人，而且对木一叶还有单独的情感抵触。 就是你吧，沈香的男朋友罗家海，年龄25岁左右，身高175到180公分，身材偏瘦，戴眼镜，长头发，脸上有伤。 马上是。对立他宿舍都是两个人一套，乱是乱了点。 那个，他回去去厕所了，我来介绍一下吧。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8上下，脾气暴躁，性格倔强，行动派，但是办事武断。还有，邋遢。这就是心理画像吗？不知凶手面，却知凶手事，挺神的。任何行为都是受心理支配的。 作案人在现场留下的是物质痕迹，但是可以反映出心理痕迹。通过对心理痕迹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嫌疑人的大致特征。首先，喜欢收集消费完的快消品包装。如果是功能性饮料，我们说他是求上进，年龄在20岁出头。可啤酒瓶，我看就是单纯颓废。刚刚步入中年，年龄在30岁左右。 下手快，力道足，脾气暴躁，肢体最高高不过2米，算上抬手距离就是1米78左右。喜欢白水煮面，还没有煮熟就捞起来吃，武断，但还是吃了个底朝天，倔强。看来我这位舍友是咱们队里一等一的老糙爷们儿啊。